在呢，就算它是爛片它都很好看，那裡厲害。你看完之後呢，有一種很豐富很飽滿，你會覺得背後的電影人會用了很多心機在裡面，給很多的刺激啊，很多的劇情在裡面。那我很想將這一種這樣的精神，即當然我不是說要拍爛片，將這一種即很豐富的劇情的感覺和這一種充滿拼勁的精神呢，放在這一套電影裡面。而我覺得街舞其實是一種很好的媒介去發揮這一種爆炸力。從商業考慮來看，青春跳舞黎智英是冷門戲種，演員是大明星，導演也都是出道不夠十年的年輕人，所以要籌集530萬的成本，創作人和製作人都花了幾年時間去說服投資者，最後拿到香港電影發展基金融資212萬，剩下的錢就在台灣一個電影業活動裡面爭取回來。我們在4年前的時候，即已經完成了劇本，初步第一個劇本，跟著我們就開始去找投資者。咁其實中間係有差唔多，即係完全係博得取城市嘅投資者係得咗嘅，但最後都係因為啲市場嘅問題或者係啲計算問題咧，咁最後都最低係唔成事嘅。咁直到我哋2年前咧，我哋喺呢一個台灣，即係台北金馬創投會，咁我哋就喺一個異鄉咧，即係喺台北咧，就遇翻咧就喺香港嘅一位投資者，嗰、那個係高登先嘅 Winnie 佢都係一個好中意即係好中意睇跳舞片嘅人。他看完我們的 presentation 之後說，覺得挺有興趣的，挺好的，樣我們就即都看看他說，剛才我們遇了很多即投資者，他們都說喂有些風險的，得不得的，那怎知呢，Winnie 呢他說了一句話，香港人就很壞的，經常都會說外國做到，我又懷疑自己做不做到，不過呢你知道我的啦，人哋覺得唔得嘅嘢，我最中意做嘅。哇！即係你嘅食，型到爆咯！我覺得呢句説話。創作得到資金，製作成為電影面世，但係對狂舞派團隊挑戰仲未完結。作品公映之前，舉辦咗一場又一場嘅宣傳活動，贏取口碑，就係為咗爭取票房嘅成績。除了動作之外，這部港產片也都嘗試在音樂方面開拓商機。這部電影裡面你聽到的所有音樂，每一句歌詞、每一句歌、每一粒音符、每一個配樂，都是100%香港製造，每樣都是中意自己，這個是我們很值得自豪，即是跳舞片很值得自豪的。還有我們的生場是會推出的，是的，香港電影現在就不是同，即是現在好像很久都未會出生場，我們在這裡跳舞電影音樂是很重要的，我們有機會呢，又很幸運地我們可以出到生場。為了拍好港產片的理想，一班年輕人用自己的強項去到盡，你又會不會受到感動？你跳舞的時候你在那裡笑，不是只是個樣子笑，你手腳都笑，你這些人影爆。無論怎樣都好，我希望香港人拼發你們的生命力，一方面為你自己喜歡的去爭取，第二方面就算你自己不爭取都好，你懂得欣賞你身邊有人追求的人。齊心努力所得出的成果亦都反應非常之好的一個例子。沒錯，這個電影訪問呢，我們即請我們的同事出來講一下他的感受，以及做這個訪問的時候有什麼趣事的。這個時候我們要請新聞部的同事黃思雅，給你掌聲。大家好。是是是，講一下究竟即做這個訪問的過程，你的感受是怎樣？咁咧，其實即係大家可能頭先都聽到啦，其實 VO 爭少少，點解呢？因為其實我唔係記者嚟嘅，我係新聞部嘅導演嚟嘅。咁咧就其實咧，點解會有呢個機會去做記者呢？就係即係多謝公司俾我哋多方面唔同嘗試咁去發展啦。即係咧，其實人嘅潛能咧係無限嘅，只不過爭在你去做唔做嘅啫。咁咧，所以咧，我哋就要挑戰自己去做，試下做記者咁樣啦。咁其實咧，點解我對呢一個狂舞派訪問咧，其實感受好深。因為我覺得其實咧，香港有很多人是本土，即係好大家好中意香港啊，係著好注重本土嘅創作，而有很多有心人在入面喺度不停努力緊樣，就好似我哋一樣，就不停咁樣為本土創作而努力緊嘅。
但是很多時候因為可能很多商業的考慮啦，或者社會上面主流大家主流的口味的影響啦，所以很多時候本土的商業創作呢就不會獲得大家認同的。咁所以點解狂舞派呢在上映之前呢，我哋係幫佢哋手呢好大力咁樣宣傳，即係我哋唔係話因為唔係為咗新聞部宣傳啊 ,ok, 因為其實我有個朋友就係狂舞派其中一個編劇嚟嘅，咁有一次同佢飲茶呢就話喂第原來有套新戲上狂舞派有冇聽過，因為我好似有聽過喎，電影節嗰陣時好似上過一兩場咁樣，跟住話係啊喂我有份寫嘅，記住向大家推介推介啊，因為呢一啲咁嘅本地跳舞的題材大家看過幾隻手指數幾手指數得曬啦，香港來講，跟住他話如果呢一套狂舞派不能夠成功的話呢，咁呢你都唔使指意香港以後佢會再有人去投資拍呢一類型的電影，但呢一類型的電影只是香港需要未來發展的，即不是再是那些影匪片啊打打殺殺咁樣嗰啲，即係基本上你揾翻啲自己有本土精神嘅創作去幫助佢發展。如果唔係香港嘅未來創業工業咧，條路真係好難行。咁當然我哋就係跟住就係、是、我哋為佢幫佢做訪問啦，跟住不停喺社交網站嗰度做宣傳啦。咁即係希望大家去支持呢啲好有誠意嘅本土作品。咁我記得《狂舞派》係8月8號上映嘅，到咗兩個幾月後嘅今日仲係上映緊。其實呢一個就係大家香港市民對本土創作嘅支持。呢度即大家係支持本土創作，亦都係支持我香港，因為香港電視係香港人電視台嚟㗎嘛。係啦，咁所以咧，電影嘅奇蹟，大家喺呢兩個月嚟已經創造咗啦。到咗而家，電視奇蹟可唔可以再創造得到呢？我就要問大家再。因為我們自己電影系出身的人呢，就即是都看到香港電影和電視的市道呢，實在是即大家滴曬汗，想都是即大家都 很想求變，即正如我們自己新聞台做新聞都是求變，如果我們不會做這些這麼娛樂的題材，即通常啲娛樂題材在娛樂版才看到，跟住問的就是阿 Cherry 顏卓玲那些緋聞啊，就是這樣啦，但我們嘗試以一個新聞的角度去探討一些娛樂的事情，就是因為我們不想做很傳統的新聞，所以我們會不停地嘗試做一些新的題材咯。多謝你們的嘗試，多謝各位支持我們，謝謝，謝謝。